不看不知道，山河真美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正大综艺，我是张淑玉。在我们今天的旅程正式开启之前，一块儿来认识一下现场的二位嘉宾。大家好，我是赵玉平。大家好，我是史军。欢迎二位。那么今天将去哪里展开我们的乡村之旅呢？在这趟旅行线路之上，又有哪些不容错过的奇妙经历呢？来吧，一块儿来看。东北屋脊，三江之源，北国风光，林海茫茫，赶赴一场冰雪的童话之约吧。本次正大综艺推荐的乡村旅行线路围绕长白山脚下的马路沟镇展开，雾锁寒江，雪山温泉，奏响冰与火的交响曲。周日只要休息的时间都会来。白山黑水滋养万物，寻找东北地道山珍味。我们的人生无处不在，边境县城能歌善舞，感受最炫民族风。放个思密达，那个汤好好喝了。当地人推荐的乡村旅游线路的必经站都有哪些呢？肯定得滑雪呀、啊！要吃东北三宝，一定要泡温泉，要去长白山滇池，必须要吃好人参。跟随正大综艺旅行探访员陶艺文，开启本次冰雪打卡之旅吧。哇，我们三个在现场连连感叹，哇，这个气势太足了。没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共同走进的就是吉林省白山市杭白朝鲜族自治县马路沟镇，非常期待今天我们都会去看些什么。先问一下二位嘉宾，有哪些旅行线路可以推荐给观众朋友呢？这地方以前去过，去过之后呢，确实有一些切身的体会，那感觉就是白山黑水景色很美，热气腾腾，温泉泡腿。就是到这个地方的旅游线路，我就推荐冷冷的山，热热的泉，冰火两重天，火山温泉之旅。真棒真棒啊。还有一个事儿啊，大家别忘了，来到咱们的长白山还有一宝一定要去找一找，那就是人参。那我特别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来一次原生态人参探索之旅。哎，是的。探索完人参，就像我们开头短片中的大哥一样，浑身散发着东北大汉的气质。来吧，让我们一起看看，那我们今天这趟旅行线路中的第一站去哪里呢？水清，两岸琼花凝，这样的场景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恐怕都无法想象这是真实的。来到长白山，大家都说一定要去体验一下粉雪带来的快乐。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即使你不是一个有运动细胞的人，在这里你也同样能够享受冰雪带来的刺激。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正是位于吉林省长白山西北麓的露水河国家森林公园。尽管全国很多地方都已经步入春天，但在露水河还是一片银装素裹的景象。眼前的碧泉湖湖面上更是水汽蒸腾，雾凇环绕，美如画卷一般。而且这里有一个非常富有挑战的项目——雾凇漂流。与我们在河岸汇合的古大哥可是地道的白山人，每年他都会带着家人来这里度假。听他说啊，露水河是当地人十分喜爱的游玩打卡地，而冬季的雾凇景象更是一绝。我看到两边啊都是这样白雪皑覆盖着，然后阳光照射下，它是亮晶晶的，像披上了一件星星的衣服一样。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往高处看，其实阳光洒下来的时候，雾凇开始慢慢的融化了。雾凇虽美丽却短暂，只剩岸边低矮的地方还有一些，不过这完全不影响心情，漂流带来的刺激也是不错的体验。哇，这里的水流突然变急了、刚刚还是非常平缓的，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水花已经溅到我们的这个船内当中了。哇，这个真的是很陡了，是不是古大哥？是。这趟旅程真的是浪漫和惊险兼具，
这样子可以，有时候是缓的，有时候又会转圈，然后遇到湍急的河流的时候又是跌宕起伏的那种状态。哎，古大哥，您看这水面上有那么多的水汽，是因为这温度特别高吗？你可以伸下去试试啊。嗯，这水摸起来居然不是烫的，我以为是烫的呢。它摸起来是微微的凉，但是不至于冻手的感觉。这属于是低温温泉，常年温度呢是在6度到8度，这也是我们东北啊独特的不冻河。原来长白山的冰川雪水、地底矿泉支撑了周围无数温泉与冷泉。露水河正是其中的低温温泉，当遇到温差较大的天气时，湖面大量的水汽营造出了雾气缭绕的景象。而随着这些水蒸气蒸腾而上，与两岸的树木草丛不期而遇之时，竟创造出独一无二的雾凇奇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树挂。因为地理位置及环境的特殊，吉林省的雾凇也被称为中国四大自然奇观之一。像我们这长白山区这一块，整个的这个森林覆盖面积能达到90%多，那么高？对对，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矿泉水，嗯，现在呀、啊、被这个世界饮水组织认定的三大矿泉水。所以这个水也能喝是吗？这个水能喝啊，我来尝一口。你尝一口，哎。哎，居然是微微甜的，微微发甜。这里的水质十分清澈，是很多饮用矿泉水的水源地。也正是如此，这也被当地人形容成矿泉水漂流。古大哥说，在雾凇结得多的时候，这里都是满满的游客。大家边游玩嬉戏，边欣赏霜花缀满枝头的景象，别提多过瘾了。当然，保证游玩体验的同时，还要保护好这片水域的纯净。工作人员们可是花了不少心思，像是接触到水的皮划艇和船桨等用具，都是千挑万选的环保材料。哎，我们搁浅了在这儿。哇，我居然摸到雾凇了，这还是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的观察它的样子。它居然有这样一小颗一小颗的冰晶，有点像一粒粒小冰糖附着在这个树枝上。是，这么一看还是真挺漂亮。很多很多雾凇覆盖在这样的针叶植物上，其实这个针叶的那个树枝越茂盛，然后那个雾凇洒在上面，它就越壮观。乘着小船，逐波在沆荡雾气间漂流于水上，惊叹于自然的力量。不知不觉，我们也来到了雾凇漂流的尽头。结束了有趣的雾凇漂流体验后，长白山露水河国家森林公园里的美景也是强烈推荐的打卡好去处。错落有致的木屋，茂密的森林，潺潺的溪流成就了这里另一番景致，所以公园里的美景颐和野一定不要错过。你看咱今天哈、哦、体验的是那个是那个低温温泉，嗯，我们这边还有高温温泉，高温温泉在泡。这么冷的天泡温泉，您确定吗？到东北必须泡温泉打卡地。天哪，这么冷的天泡温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一路向西，穿过白雪皑皑的山林，拥有独特自然景观和许多稀有生物资源的长白山，也造就了吉林省独特的温泉带。在仙人桥镇及周边有多达上百个泉眼，仅仙人桥镇就有大大小小几十家温泉特色店。而有趣的是，我们这一站的目的地，温泉可不只是游玩项目，它更是这个村的名字——温泉村。到处都是带有温泉的标识，这里居然还有温泉学校。这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火车停靠站，叫做东泉站。伴随着太阳的落山，天气也逐渐冷了起来，这个时候泡个暖和的温泉再适合不过了。这里的温泉是国内罕见的东泉，深受当地人的喜爱。现在夜间的气温-20多度，从室内走到泳池这几步路，对于只穿个泳衣的我来说可是个考验。
个脚一迈入这个池子的时候啊，这个暖意就往上蔓延。现在室外的温度大概在-25度左右，这个水呢在45度左右，大概60度的温差，真的是冰火两重天。我现在好像能够懂得为什么人们都喜欢在冬天泡室外温泉的乐趣了。在早些时候，温泉疗养还是一种十分新潮小众的体验，但随着现在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温泉疗养也就逐渐成为普通百姓的一种休闲方式。我刚刚在水里啊，大概泡了20分钟左右，现在脸摸起来呢，已经有点微微发热了，然后脸上是不是还有一些小汗珠？真别说啊，泡完之后感觉整个手都滑溜溜的，我还以为这个手泡久了会发皱呢，一点都没有。哎，看一下我的头发，是不是已经有一些白霜了？就跟早上雾凇漂流出的那个雾凇似的，当然早上的那些寒冷我现在已经完全褪去了，在这儿非常的暖和。我泡的差不多了，找古大哥汇合去。到东北啊，领你见识见识哈，真正的雪屋。雪屋？雪屋就在前面。雪做的屋吗？对对对，就在前面，相当壮观。太好看了。上里面再看看，我以为这是摆设呢，居然还可以进到里面。哇，这么大一桌呢。对啊，让你体验一下子在雪屋里面吃火锅是什么感受。那岂不是冰火两重天吗？对啊，让你尝尝咱们东北的这个属于是这个铜火锅。哎，可是古大哥，这旁边是雪，这个是热气，它怎么不会融化吗？不会，你看上面有个小窟窿，就是专门把这热气就顺着空气往上排出去了。哦，这样雪就不会融化了。对对对，在雪屋里吃火锅，这可真是把冰雪玩到了极致，也足以见得当地的人们对冰雪的热爱。哇，外面什么动静啊？好热闹！我们要不去看看吧，古大哥。走，一起出去看看。在东北漫长寒冷的季节，本地人可以尽情地享受冰雪带来的乐趣。同样，对于远方来的朋友，能够有一次亲近冰雪的旅程，也是一件特别过瘾的事情。虽然要做好克服寒冷等障碍的准备，但别忘了，这里同样也被温暖包围。热气腾腾的温泉，欢快的不动河漂流，雪屋中热乎乎的火锅，就像在冰雪包围的外壳下，东北人火热的内心。哇，还真是冰与火的极致碰撞，看到了雾凇漂流、火山温泉，就这种巨大的温差，视觉呀，触觉呀，这种感受啊，让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实际上呢，中国人泡温泉呢还是有悠久历史的啊，比如说康熙皇帝到承德去住避暑山庄，避暑山庄这个地方是围绕着什么点来建的呢？热河。哦，热河就是温泉。嗯，另外咱们北京还有小汤山，泡温泉叫泡汤嘛。实际上承德周边有很多温泉，所以有资料记载清代的几个皇帝都特别爱泡温泉。你看咱们国家吉林雾凇，桂林的山水，云南石林，长江三峡被有关部门评成中国四大自然奇观。为什么吉林的雾凇这么极致啊，石军博士？其实就是它特殊的这个地理条件和相关的环境啊，造就了这样的一个奇景。长白山，你看有很多的这种不动河发源的一些低温的温泉流出来的水，包括说，哎，我们去看松花江的这个雾凇啊，那松花江的雾凇是因为有很多大型的一个水利设施，那它储水的这个能力特别强，这些水恰恰就提供了充足的水汽，再加上咱这个吉林的这地儿啊，生态环境非常好，有的是树杈。有了这个凝结的地方。不过我有个小好奇，咱们印象中好像比方说爱斯基摩人住在雪屋里面，而且我老家哈尔滨最有名的冰雪大世界里面会营造一个雪屋供游客朋友们进去体验，坐在那个小桌子上，哎，能感觉到一点阵阵的寒意，然后待上一会儿觉得好像还有一点暖和过来的感觉。其实啊，我们印象中雪
雪就是冷的。嗯，但是还有一个错觉，咱小时候吃那冰棍是从那什么地方拿出来的？保温桶里吧，木箱子。对啊，不讲究的木箱子，上面盖着大棉被。大棉被，对对对，棉被会产热吗？你晚上睡觉，你盖棉被，你很热。那不是因为棉被产热，那是你自己产热，这个热量在里面。同样的啊，棉被也可以保温，让这个外界的这个热量不进去啊。那雪呢，其实在这种状态下，它就是一个棉被呀，阻断了热交换的过程。对对对对对，这么样一个道理是吧。今年来到长白山旅游，那真是太火爆了。拍照之后，每张照片回来都可以称霸自己的朋友圈。但是好多人跟我提了一个小问题：长白山以前就叫长白山吗？赵老师，长白山以前还真不叫长白山啊，它叫不贤山。在商周先秦时代，少数民族族群是肃慎族，他们把白就称为不贤。后来呢，又演化到隋唐时期，又变成了漠河族。这个民族当中有一个部落叫图泰部落，他们就主要住在长白山，所以这个山就改名叫图泰山。所以当女真族在长白山附近活动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名字改成了太白山。后来呢，女真族建了大金，就改成了长白山。那通过这个名字的变化呢，我们也能发现个人文历史的变迁，发现这个少数民族它这个居住地的发展。是的，所以好多朋友说嘛，去到各地看最极致的风景，看到最后其实还是当地的人。来吧，我们接下来看看下一站咱们去哪儿呢？都说东北小镇的灵魂在大吉里，想了解地道的小镇的风土人情，就得来赶集。粗粮细作，好吃又不贵。是的，先生，请进，师长，请进来。老少皆宜，来点哥。老郎君，便宜便宜了，来。腌的老好了。秋砍22元，秋砍15元，秋砍10元。哎，花鸭送年火勺。哎，这是什么呀？是年火勺。什么是年火勺呀？咱东北年火勺，江米做的，好吃，黏黏弱弱的。作为一个南方人，第一次来赶大集，看到什么都觉得新鲜。这里的小菜居然是用桶装的，哦，又甜又脆。虽然是-20度，气温很低，但依旧抵挡不住大家赶集的热情。听说啊，在当地每5天就会有一个集，哇，我身边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人路过，人挨着人，太热闹了，逛过去人山人海。要说东北哪儿最能搞气氛，那必须得是大集。今天我们来到的是白山市抚松县的松江河镇，这里的大集全长有近1公里。大集上可以见到花样繁多的好物，一眼望去摊位密密麻麻，特色物产琳琅满目。那么怎么挑怎么逛，还得当地人带着我一起。这就是我们的向导刘阿姨了，听说她是这个小镇上的万事通。阿姨，您快带我逛逛吧，那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怎么选。我领你逛，让你少花钱，还便宜还实惠。有您在我就放心了。赶大集的头一站，咱得先填饱肚子。粗粮细作，好吃又不贵，东北特色呀。这个叫什么东西？叫酸汤子，是由玉米碴子做的。给我们来一碗吧，老板。这样可以做几碗酸汤子？200多碗，这一桶。那也很多碗了。来，来尝尝吧，这会儿。热气腾腾的。这碗就是大酱，我来一勺。这咸菜来点。好嘞。再来点这个老虎拌菜，东北的特色美味。尝尝的。嗯。嗯，我来吃，我都馋了。老板，给我再来一碗吧，我也馋了。好了，来一碗，来，谢谢。再来个碗。哎呀，我以为叫酸汤子，它的这个面就是酸的呢，结果不是。对，一点都不是酸的，特别有嚼头，根根啾啾的哈。根根啾啾是啥呀？根根啾啾就是这个东西有嚼头，这放在嘴里，有点像肉皮那个感觉。简直太好吃了，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阿姨。哎，哇，这鱼居然是摆在地上冻起来卖的。对，冻起来，冬天冻起来能吃一冬天。哎，我们这个冻得嘎嘎硬，确实很硬，嘎嘎硬，是这么说吗？你这说的还挺，学的还挺快的。那在东北就是说万物皆可冻。对，这水缓出来，
跟鲜鱼是一样的。哇，这就是咱们东北的冻鱼了，大概有十多条吧。这里有低温的天气条件是各种食物天然的大冰箱，冻货是大集里不可错过的时尚单品，跟吃冰淇淋一样，冰沙。哇，我想尝一个，可以吗？可以，随便尝。哇，随便尝。东北人太热情了，好爽。我们东北人特别豪爽。大集里美食众多，既可以向你保证好吃的管够，还能让你吃完兜着走，收获满满。当然还有更硬核的特色物产。对，这个是什么？花素黄，泡水喝。哦，泡水喝。对，去火消炎。这个呢？这个是什么呀？一圈一圈的，看起来。这是参精茶。这全都是药材呢。全都是药材。这个呢？这个是人参，人参的种类，一种西洋参。人参摆在地摊上卖。对，我们东北的三宝。阿姨，那我们这儿平时都怎么吃人参？都摆在地摊上卖呢？这个参可以切成片泡水喝，还有就是人参可以炖鸡汤，炖老鸭汤。我们不但是能吃人参，我们这地方还有人参泡酒、人参护肤品、人参洗发精、人参护手霜、人参面膜，那么多呢。对，我们这家的人参，我跟你讲，无处不在。当地大集物产丰富，盛产山珍和中草药的重要条件离不开长白山，这是属于大山的馈赠。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及气候原因，这块宝地孕育出许多珍贵的植物。居于百草之王的人参，也因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可以在这里经历千百年的积累沉淀。抚松县的万良镇被誉为人参小镇，一进入小镇，街道两侧所见之处啊，都离不开人参俩字儿。要想去最热闹的地方，咱还得往里走，因为当地可有着亚洲最大的人参交易市场。我现在所在的就是亚洲最大的人参交易市场了，比大集还要热闹的地方就是这里了。我就是参农，每天呢6点来钟就到这市场里来，卖自己家产的人参，是亲戚朋友全在这里卖。刘姨，这个市场跟我想象的太不一样了。我以为人参都是老爷爷老奶奶在卖，没想到那么时髦，大家都在直播呢。可不是怎么的，我们这个市场嘛，每天都有200-300人在直播。哈喽，家人们，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现在给大家看到的是西洋参啊。你好，您正在直播是吗？对。您现在粉丝量有多少了呀？30几万。下单了几单啊？800多单。800多单了。对。您卖的一般是什么参呢？一般就是我们长白山的这种红参呀、西洋参呀什么的。这个时节，市场上多以白参、红参和各类人参的加工品为主。不仅如此，还可以见识到参农们收藏的野山参呢。这就是当地的参王，可有着200多岁的年纪。接着往里走，带着泥土的鲜参也各有特色。来，我领你看看这个原参。这个原参吧，是15-16年的。它在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20%的成活率。哎，阿姨，我发现这个人参是胖乎乎的，这么圆鼓鼓的，比这个参要稍微胖一点呢。因为这个是原参，原参它就长得大，这个小一点的呢，它是林下。那区别在哪里？原参得用人工去培养上肥，它才能生长的又大又胖。哦，这种林下参呢，不用人工培植，就让它自己去生长，自生自灭，长到什么程度算什么。这种人参就是人参之宝，百草之王。哦，明白了。因为这个园子的园意思就是类似于种在我们的菜园里，菜园里的啊，就是这个大田种植的这样一个参、哦、啊、嗯、相对来说这样的参它的生长速度就比较快、嗯、啊，但是相对于林下参而言，它的这个有效成分的积累啊、嗯、就要稍稍少一点、哦、啊。当年这个区域就是以伐木为主，但是到今天我们提生态经营、嗯、啊，这绿水青山，青山银山，嗯啊，那整个这个区域的产业就从这个当年的木材生产转为了林下经济生产，嗯，而这个人参的生产呢，又是这个林下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啊，那就支撑起了这个区域的整个的这种乡村经济的腾飞。万良镇有80%的人都在从事以人参为主的中药材种植和加工，
近些年来，万良镇的年人参交易份额占全国80%。因品质好、质量上乘，人参从这里走向了城市的千家万户。见识了长白山的特色物产和人参后，刘姨告诉我，小镇这里的参农们世代都有着药食同源的风俗。今天我们来到了赵大叔家，常年的劳作，他已经深谙人参的养生之道。赵大叔往这里放了什么呀？这里有山参、灵芝，完了还有咱们当地的天麻，长白山的宝贝都在这里了。喝到嘴里得不得劲儿？有一点点苦，但是呢，你当你就是品尝一下，舌头扎几下的时候，那种回甘马上就涌了上来，然后还有那种药材的香味都在这个舌头里面迸发出来了。赵大哥还有一个隐藏的身份，隐藏身份，对，那就是我们当地的老把头。什么叫老把头呀？老把头呢，就是领的一伙人上山放山，就是采参挖参的一个领头的，就叫把头。赵大叔给我们拿出了跟着他几十年的仿山工具，这是铅呢，抬棒去用的啊，棒槌就结实。这是鹿骨的，师爷留给我们的，这个也有上百年了。上百年。这是棒槌锁，发现棒槌会跑吗？哦，对对对，咱们用这个锁把它锁上。仿山是长白山区的劳动人民在上千年采挖山参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民间习俗。一些古老而神秘的仪式感让当地人更懂得怀抱虔诚、敬畏自然。在放山时发现人参后，老把头要立即用棒槌锁锁身，这是因为传说参有灵性，受到惊吓就会跑。锁身后就可以开始抬身了，抬身就是挖身，一定要用鹿骨签子仔细拨除人参周围的泥土，这样即使触碰到人参的须根，也不会导致腐烂和折损。过程中须根的一丝一毫都不能挖断，这件事只有资深的老把头才能做到。自古以来，放山就有着极其严格的礼法，每一颗山参子都需要回归土壤，这是自然轮回的法则，也是千百年来祖祖辈辈的放山人在劳动中形成的山规习俗。赵大叔继续和我们聊着当年放山采参时有趣的故事。厨房里，赵大叔的妻子孙姨也正在忙碌着。作为地道的参农，人参只需家常的做法，孙姨就能变出新花样。这种吃法我还是第一次见，人参全身都是宝，哦，连叶子都可以做饺子。哎，对，做饺子很美味。在当地，人参叶也可以食用，还可以增香提味。这又是啥菜呀？这是拔丝人参。人参还能拔丝吗？对，人参切块，热油炸至微黄，翻炒挂糖，这可是孙姨的拿手菜。不一会儿，人参家常菜就上桌了。各类食材和百草之王的人参相遇，这便是专属味蕾的极致享受。赵大叔的家人们都已经回到了家中，现在可以开启我们的晚餐了。赵大叔，您觉得这里面最好吃的是哪道菜呀？我觉得哪一道菜都好吃，你尝一尝这道拔丝人参。哇，它的口感有点像土豆，外面的这个糖丝刚好中和掉了这个人参的苦味，吃起来真的很赞。它保留了人参的原有的那个营养价值。来，桃子，吃个人参饺子，你尝尝。嗯，里面会有一种药材的香味，太好吃！我再来一个，多吃点吧。嗯，这么吃。嗯，盛一点鸡汤。好呀，好呀。尝一尝。我再给你添一个。好。我吃了那么多的人参，等会会不会上火呀？不会的，是因为呢，这是林下参，它不会上火。哦，那我就放心大胆的吃了，因为太好吃了。常年接触人参，当地的参农们早已熟知它的习性，可以将养生食材物尽其用。
长白山下丰富的物产承载着一方水土上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如今古老而神秘的药草不断地焕发出新的生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们来当地了解和感受人参文化。那么关于人参有个问题要请大家猜猜看，人参分为干参和鲜参，那么鲜参是如何保存的呢？这趟人参之旅太补了，而且这个小问题挺好的，问人参，你看有鲜的有干的，鲜人参要用什么保鲜呢？现代化的保存技术就是真空保存。我特别同意赵老师说法哈，但是这不是传统的这个包装的形态，这个鲜的参怎么样能保证它既不腐烂还能保持它的这个新鲜的状态？最大的两个挑战，一保水，保水，二要透气，透气。那什么样的材料在自然界是可以做到保水和透气呢？苔藓和树皮。所以其实也就是就地取材，然后还比较经济实惠哈。对对对对，这是传统上的。来吧，我们一起看看当地朋友是怎么说的。鲜参是如何保存的呢？赵大叔，就这么保存的，是用青苔，把参放在里头，用青苔盖上，你放在参，和刚挖出来是一样的，作用就是保湿透气。看来我们还真是答对了，答对了就有小奖品。当地的人参蜜片为我们带回来了，二位尝尝看。我也是第一次吃。哦，我刚不小心咬碎了一点，咬碎了吃真的有点像甘蔗。我觉得像红薯片，不过往下咽下去之后回甘是有点这个人参的那种苦味在的。对，人参是补品，是大补之好东西。清朝的这个统治者呀，特别是皇家宫廷里边非常非常喜欢喝人参汤，他们对人参的药用价值推崇备至。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满族起家就是白山黑水长白山地区，所以呢这种热爱人参喜欢人参服用人参的习惯就被带到了北京，带到了关内。而且有严格的规定，长白山出产的野山参是不允许买卖的。哦，这种交易由内务府专门来主管，用咱们现在话说就是人参专卖局。对对，这么看我们现在啊算是便捷好多了。听说当地好多这个人参元素都进入到了日常生活中。不过话说回来，在长白山啊，这么好的物产也跟当地的地理地貌很有关系。长白山这个区域啊，它的降水特别充沛啊。为什么呢？比邻海洋嘛，是吧，海洋会输送大量的水汽过来啊，甚至比咱们北京的这个降水量还要大。另外一个就是长白山整个区域的海拔落差特别大，从最低处的大概300米，再到这个山顶2700米以上，天池这地方基本上是接近于极地环境了。所以它这个垂直分布的这种情况特别的明显啊。那这种多样性的植物当然又滋养了多样性的动物，那所以说整个的长白山就是大自然恩赐给我们人类的宝库。对，这趟人参之旅算是没白去，学到了好多知识。来吧，我们接下来呢一起去看看朝鲜族朋友们是怎么生活的。在吉林白山市有这样一个地方，它不通高速铁路，它的面积不到3000公顷，人口不到9万人，但它却有着长白山下第一县、鸭绿江源第一城的美誉。它就是中国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县。与它隔江相望的就是朝鲜第三大工业城市惠山市，而此刻我的脚下就是披上了一层银装的鸭绿江畔。这里的长白镇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有16%的朝鲜族人民在这里生活，也让这座美丽的小县城充满了浓浓的民族风情。在这里到处都是朝鲜族的元素，路过的街道标识还都是双语的呢。一个个小店的招牌，造型别致的路标，都透露着浓浓的民族气息。虽与隔江相望的朝鲜距离非常近，但在风俗上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属于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的独有特色到底在哪里呢？来到当地吃特色美食肯定是少不了的。我发现啊，这里的冷面店特别多，一条街上就有好几个店铺。-20多度的气温，冻得我已经是瑟瑟发抖了。没想到还有那么多人在这吃冷面。作为朝鲜族特色美食，我是不是可以从这里找找线索呢？无论男女还是老少，几乎店里的每一位食客都捧着一碗冷面在大快朵颐。阿姨，你来这儿吃了多少年了呀？20-30年有了吧。哇，那么久了。长白是我的故乡，本地人。哎，大爷，您会每天来这儿吃冷面吗？我一年四季都来。哦，那这个面看起来挺有韧性的，您能嚼得动吗？我一手黑，朝鲜族米食我都能吃。那在朝鲜语里面，好吃怎么说呀？마시스미다。这口冷面可以说是陪伴了大爷大妈半辈子的美食，这也让我对它的味道多了一份期待。姐，来碗冷面。来拿块冷面。哦，冷面还有区别呢？有小碗、大碗、高级、特级、特高级，每一种都不一样。行，给我来一碗特高级的。你是第一次来吗？对，我是第一次来，我就想着我点了一个特高级的话尝尝看。每一家都有自己的配方和这个调汤的手法，你可以尝一尝。哇，我迫不及待了。面的面来了，这么大一碗啊！听大姐说，这里的冷面特别之处就在面上，区别于其他地方的面条筋道，这里的面更加细长绵软，老人小孩都能吃。那我得赶紧先尝一口。太好吃了。这个汤虽然是冷的，但是这个温度刚好把整个冷面的清甜给激发出来了。这个汤里我觉得不仅有这个青瓜的香味，还有葱花的味道，里面肯定还有老汤，因为不只有酸甜，还有那种淡淡的咸味。我要再来一口汤。哇，一口冷面一口汤，太得劲儿了。哇，一年四季各家冷面店的客人都络绎不绝，可见大家对冷面的喜爱程度。各家的面汤和配料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秘方，各有千秋。吃着凉爽的冷面，搭配各色朝鲜族小菜，也许这就跟当地人过的小日子一样，淳朴而又有滋有味。第二天清晨，天刚微微亮，我们就来到有着浓浓的民族气息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路沟镇。在这里穿朝鲜民族服装可是必打卡的体验。进到马路沟镇，朝鲜族小院错落有致，房屋的屋脊中间平如行舟，两头俏丽如飞鹤。传统建筑中不论是门还是窗，都带有纵横交错的细木格子，上面封有窗纸，十分有特点。不过想要更深入地了解当地独有的民族特色，马路沟镇的告大哥是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博物馆的馆长，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找他给我做向导准没错。说到民族特色，告大哥跟我说朝鲜族像一定不能错过。金阿姨已经在家等着我们了。听告大哥说，青阿姨可是镇里远近闻名的做酱师傅，从小就跟着家人制作朝鲜族辣酱，如今已经有30多个年头了。可以说整个长白镇都离不开青阿姨的酱。青阿姨，我们闻着这味儿就来了，好浓的酱香味啊。打开酱缸了，你过来看看吧。这是我们大家的3年的酱。3年呢、3年的汤酱，这是。哇、我能尝一口吗？阿姨、尝一口看看。好浓的酱香味，里面还有一点辛辣。我现在就想来碗米饭了，金阿姨。今天我领着你们去做制酱过程吧。好，好，走。来来，看看我们家做的多的哈。哇，热气腾腾的。
第一步是我们先洗个豆，洗净豆子，洗干净了，它又把煮出来。啊，那这就是第二步。煮完了以后吧，我们就开始就上那边去，就是倒了。好香呀！倒完了，我们就今天就倒一倒下去哈。好呀。豆子来喽！哇，原来不是这样垂下去啊，是这样子拧的。我看这个动作有点像拧毛巾的感觉。就是拧。得好用劲儿的，要用巧劲儿是吧？就巧劲儿，来都来了，咱俩也试一下，必须试试。来，嗨，哎，好家伙，还粘住了，阿姨。哎，哎呀，这个不是小媳妇干的活哈。你别看我光吃酱啊，我这也是第一次倒。哦，你也是第一次做的。对对对对。看着简单，做起来难，每一个步骤都有着精确的要求。哎，想要吃到自己做的辣酱，可没那么容易。哎呀，这真是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不仅费腰，而且费手。听金阿姨说啊，每到夏天正是做酱的季节，也是金阿姨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每天天不亮，她就要开始蒸煮泡好的豆子，捣碎研磨，还要将捏好的酱块风干发酵。经过几个星期的自然发酵，酱块的颜色和味道都发生了神奇的变化。这里面是黑色的。哦，黑色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酱油。这个闻起来跟新鲜的酱块也完全不一样，新鲜的酱块里面是豆香味，这个呢是更浓郁的酱油味。将发酵好的酱块研磨成粉末，再与盐和辣椒面充分混合，看着红红的颜色真的特别有食欲。不过这还不是最终的成品，我们的朝鲜族辣酱还要风干发酵一年以上才能被端上餐桌。阿姨，那您一年可以做多少酱呢？1000多斤吧。哇，那么多酱呢，阿姨。我们可都是从小吃着金阿姨的酱长大的。哎，金阿姨的酱啊，不但在吉林省省内非常的有名，而且她的酱已经卖到朝鲜了。哇，哎，与金阿姨做完了朝鲜族的辣酱，高大哥热情地招呼我去家里坐坐。他说，既然来到镇里，一定要感受下朝鲜族热闹的家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们今天家里面玩的游戏就是朝鲜族的民俗游戏游刺。听告大哥说，游刺可是从汉朝晋朝时就有记载的传统局戏。哎，告大哥，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字呀？这是朝鲜族的拼音嘎那大辣，相当于我们阿波茨的嘎那大辣。嘎那大辣，对对对的，很标准。来喽，哇，那我用我的牌从这儿出发。一二，大家一起玩着游戏，笑着闹着，陌生感一下就不见了。如果你来到朝鲜族家庭做客，我可强烈推荐你也来玩一下这个游戏。从头开始啊。二，哇，千万别来二，太两点就被吃掉了。当然好玩的游戏只是聚会前的开胃小菜。说到家宴，当然少不了朝鲜族特色美食。苏里马秀雨后，桌上一道道朝鲜族特色美食，看得我眼花缭乱，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好好品尝了。开心啊，阿弟妹！谢谢。祝你们永远健康。干杯！小桃，尝尝那个米糕，那个米糕是我妹妹做的拿手菜。哇！自己做的，我以为买的呢，那么精致。这个米糕啊，是由糯米和大米做的皮儿，而且呢，由大豆和松子儿等9种食材做的馅儿，那么多，特别的好吃。哇，这我必须得给大家看一下了，上面还有非常细致的印花。这里面居然有满满的馅料，
外面呢是那种大米和糯米糯糯的口感，里面呢是绵绵的密密的，很甜，非常的香甜可口。姐姐，那个汤老好喝了，你尝尝。这个汤啊，就是金阿姨做的那个酱做的汤。金阿姨做的那个酱啊？对呀。哇，哇，这浓浓的酱香味加了菜和肉之后，味道更香了。太好喝了，宝贝，就是好喝呀。对啊，超好喝，对吧？嗯。在和乐融融的氛围中，大家在享用了美食、品尝了美酒后，更是需要伴着一首朝鲜族民乐，载歌载舞起来才算尽兴。在欢乐的氛围萦绕下，我今天寻找民族独有特色之旅也即将结束。家人、家庭游戏、美味家宴，这一家人用他们特有的精致，让我一个异乡人对家里的氛围有了沉浸式的体验。这种奇妙的感觉，只有你拥抱了他们的热情，品尝了家常的手艺，或者小小的在游戏中露那么一手，它就会真切地触发你对家的认知开关。咱们今天这趟旅行线路的最后一站，感受到了好玩有趣的朝鲜族的民俗。片中呢，短短的展示了一点他们在做的这个小游戏，我没见过。中国人的棋类游戏呢，由来已久。那比如说，我们下象棋，这个象棋的象，它不是动物，它是一个人。哎，就说呀，这个舜的弟弟叫做象，这个象不开化。为了激发他的智慧，舜发明了一种棋。后来这棋呢被韩信改造了，所以棋中间有楚河有汉界，是韩信改造的。除了象棋、围棋之外呢，还有一种棋叫六博棋。六博棋有六个子，当时在春秋时代是贵族的高级博弈游戏，但是六博棋的一些基本形式恐怕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保留下来了，比如说民间老农地头玩的十字棋，我们今天玩的飞行棋，包括你玩游戏那个大富翁，这里边都有六博棋的影子。哦，博弈是这么来的、啊、对，这么来的。短短一个小片里面，你看美食、服饰、游戏，我们都说到了。其实在当地啊，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多了，一个短片真是讲不尽。而且你看，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啊，比较喜欢体验一下非遗的各种各样的旅行项目，期待的是这个手艺能够一点一点的流传下去，真是能够走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看完整个我们今天这一趟线路啊，我觉得特别自豪，真的是来自东北老乡的这种自豪。对，尤其是看到我们东北这片黑土地，真是白山黑水之间这么多美好的物产，这么多丰富的资源，就感受到有无穷无尽的力量透过片子向每一个人传递。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感受到了冰与火的极致碰撞，如果您也想在冰天雪地中感受这种热气腾腾的生活，那么来到这儿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期待朋友们有机会可以按照我们推荐的路线啊，自己去走一走、逛一逛、看一看，安排起来。好的，再一次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本期正大综艺节目的最后，别忘了我们的口号，无看不知道，山河真美妙。